茶会，希望等等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，还有包括赵作的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心得分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时间，我们要邀请就是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茶会啊，谢谢，欢迎教授，谢谢。谢谢陈总跟奶奶，都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这一次没有因情别，都包括刚刚这个萧副总统的妹妹萧雅文女士从国外回来，她也赶过来。昨天刚下飞机，现在刚好时差，不在这里最好，不爱睡。你之所以有这一次的因缘，是淡江大学气管系校友总会有一次在那边聚会，啊，我现在是担任气管系总会的部分，上一届是常务理事。原来我来到这边才晓得，这个小巴黎人是淡江大学化文系会长所普通同志的。那陈总监理很年轻，难道能力很好啊，所以他不嫌弃就邀我过来。真的，那这一次的名称叫彩墨新印精品展。为什么叫精品展呢？因为展出的数量不多，不多的话，画人家来说，那怎么数量不是像一般的展览展那么多？谢谢教授。那也今天因为有非常多的嘉宾，然后莅临，所以我们也邀请几位嘉宾上来帮我们致辞。那首先我们要欢迎费吉祥大佛陀，你掌声鼓励一下。还有我们的这边展出场地的恩马发心，那这边展出，我们感觉这个有很不错的祥和的气场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那么欣赏这些画作是无比的这个幸福啊。那希望这个展览成功，那并且我在这边念个祈福文，加持大家身心健康，福慧圆满。三界诸道诸地诸难难，诸诸般若那利各陀提那耶利陀提那伽，诸那毗帝那伽诸般若树。三界诸道诸地诸难难，诸诸般若那利各陀提那耶利陀提那伽，诸那毗帝那伽诸般若树。三界诸道诸地诸难难，诸诸般若那利各陀提那耶利陀提那伽，诸那毗帝那伽诸般若树。好，继续努力。欢迎各位先进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今天我本来是奉这个蔡理事长来这个要我上台，但是我是诚惶诚恐，所以我是恭敬不如从命。那蔡理事长因为他在这段期间呢担任这个理事长，那后来提醒我当了副理事长。那蔡理事长我所知道他在龙安山地他得了很多的大奖啊，那么在西洋大美术大奖，所以他也被选为最值得收藏的这个作品，所以这次的展出预计他展出成功。那恭祝各位身体健康，谢谢。尊敬的我们周将军，我们萧理事长，我们会吉祥大哦，女士们先生们，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。好，这个我们这个蔡教授的绘画，第一个叫色彩丰富的哈，第二个它的主题多样，所以每个人呢、在家里画上一幅吧，可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呐、当然。